刘德华竟然在中国南京开唱，过程中却发生意外小插曲。有一名男性歌迷冲到台前，想要和舞台上的他握手。刘德华见状也毫不犹豫将手伸出，试图想要满足歌迷的心愿。但是下一秒，保全人员赶紧是向前冲，并当场要将他抬出场。现场是一片混乱。刘德华见状后，也立刻拿起麦克风喊话，不要将台，先让他站起来。似乎也十分担忧粉丝因此而受伤。刘德华当时也宣布暂停演唱会，要亲自去后台了解状况。直到确认粉丝没事，才返回舞台，也呼吁所有粉丝一定要保持冷静。影片曝光也掀起讨论。